干杯干杯，然后就阿雅就说，我觉得我差不多，不要一直干杯好不好？我们就说，哎呀。Come on， 人生哎，我们不是现在喝什么时候喝？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哎，最近很多时候就，然后就大吐特吐，然后我从凌晨三点吐到早上八点，然后直接被送急诊，因为我是属于很年轻的时候爱去夜店，然后爱在那边喝酒发疯跳舞，然后阿雅就还好，比较不是这种路线的，可是她为了就是说要 enjoy 姐妹们，因为我们都会说，哎呀，你这次总要加入了吧？然后她说好，这次先加入。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，你就是接到，然后我们就说喝干杯干杯，然后就阿雅就说，我觉得我差不多，不要一直干杯好不好？我们就说，哎呀 ，Come on， 人生哎，我们不是现在喝什么时候喝？她说啊。然后说，可是我觉得有点不舒服。说那只是短暂的，哎呀，真的短暂，不要想太多。你就是 enjoy 在 music 里面。喝酒人都说这种话。其实我那时候内心的旁白是，我是觉得哇，好酷哦，我也要变得那么酷的女生，我已经酷了。对。然后到最后，他真的说，就是已经面目惨白，然后说，其实我真的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哎。然后他说，哎，你一定要这个时候扫兴吗？现在才几点？他说。那不然你陪我去下厕所，然后我就说好，然后他最近的时候就，然后就大吐特吐，然后我从凌晨三点吐到早上八点，然后直接被送急诊。而且我跟你说最严重的是，我隔天其实有一个新节目要开录，然后我们是会说为你的新节目来 party 嘛，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不是，纯粹出去玩。责任感非常强的人，就我再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就是 miss 掉我的工作。但我那时候我真的起不来，因为我在病床上，我都不记得我是不是被救护车送过去的。新节目你就没出过，这么荒唐哎！因为我人生第一次就是因为开天窗吗？对对对。天哪！然后我记得我那个主持搭档是那个谢祖武。哇！所以第一集就是他自己主持吗？他就不是，他就在棚里等我。哇，好紧张呀！也是伟忠哥制作的节目。天啊！那伟忠哥应该很气你吧？我也忘了，他还好。可是你最后是有敢去吗？还是就算了？我忘了，我是打点滴打到下午才去，还干嘛？但是就是让大家等。我从来没有这样。现在我们已经到，就是比如说，哎呀，喝一点嘛。他说我真的只喝一点，然后我如果再说，哎，阿雅干杯，他说我差不多了，然后我说拜托，你多久没见了？他说我真的不行，就是现在已经是很难攻破了。在你心中，你真正的 best friend 是谁？所以吴瑞熙跟我掉到河里，你会救谁？就是另外一个人，就是会飘走。那我还是两个都不救。见死不救，我会在你们走之后好好替你们照顾家。